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美丽的杭州。第一届安慕希奔跑吧金波波球电影节现在开幕。下面请欣赏入围的四部影片。不要再练这套金眉弄眼睛了，真的好累哦。是啊，每次发大招都要挤眉弄眼，确实很伤身。哎，师兄，我是不是你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当然是啊，自从我七岁上山以来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别的女人了。那你要是见过别的女人，你还会不会喜欢我？当然了，师妹，我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。嗯。请问一下，有人认识蔡黑坤吗？你干嘛笑眯眯的看着他？你不准喜欢他，那是我的。唔系我色眯眯的看着他，系他色眯眯的看着我。我不管是你色眯眯的看着他，还是他色眯眯的看着你，我跟你说，郑恺、蔡徐坤都是我的。我都看了你七年了，看人眼也无妨了。请问这位兄弟，你找我坤师弟有何贵干？我不许你问，也不许你回答。Baby， 我偏要回答。我找蔡皮的是因为我要给他跳 Yes OK。在哪里？一路向西。来，走。这什么一路向西啊？这个没事吧？去跟他拼了！你好，我妈妈常说，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口味。我这儿有臭豆腐味的巧克力，和巧克力味的臭豆腐，你想试试吗？不了，谢谢。不了，谢谢。臭豆腐味的巧克力呢，吃起来像臭豆腐。巧克力味的臭豆腐呢，吃起来也像臭豆腐。那你知道臭豆腐味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味的臭豆腐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区别啊？没有区别。嘿嘿嘿嘿嘿。有点怪哦，怪可爱的，怪啰嗦的，像唐僧。那你知道我和唐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知道你跟猪八戒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没区别。那个三轮呢？把他跟我拉走，把那巧克力还给我。你不，你放下，你不说你不吃吗？你不说你不，你
还给我。你给我一个。不给了。您躲远一些，我来救你妹。你妹！嘿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哪吒。哪吒？我是哪吒，不是哪吒。好的，哪吒。你们两个，谢谢你们给我时间发大招，你们已经中了我的毒了。我中毒了。妖怪，拿我小命来！放毒招，我砸死你！啊！道侠饶命，有解药，这就拿解药。快点！来，解药来了，新鲜的解药。新鲜？我看有没有毒。能外敷也能内服，效果一样。你不早跟我说，你也没碰过我呀。主要得涂到脸上啊，这样的话肌肤水水嫩嫩有弹性啊，抹上了之后啊，现在18，明年还18。外面全是警察。是吗？我才不怕。不应该在我玩具狮子手上了。你输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我不会输，我从来都不会输。我要跟你玩最后一局。我跟你玩，别再踩了。你要怎么玩？跟上次一样，我跟你玩组枪，就赌他的命。好，我跟你玩。给雪强打气了。把枪放下！
四部影片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个剧组登场。感谢所有媒体朋友的莅临，谢谢大家。有请下一个剧组登场。哎呀，还有古装啊！哇塞！金老师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哇！问世间多少人能让能让东不成西不就。今天能够获得这个最佳男主角，我觉得非常的还没有吗？虽然这个奖我虽然已经拿到了，但是我们晚上再揭晓好吗？有请下一个剧组登场。咱们要站那儿跟大家握手。对了对了，走走走走。你们这像是个外国电影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呦呦呦！来到电影节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非常的荣幸，能和这么多位这个电影界的前辈啊、名家，哎，郑老师，这都是非常我崇拜。我也就在横店漂泊了30多年。能和大家共同接受这提名，我们就非常高兴，就非常高兴了已经，非常高兴。能不能获奖其实不重要，是吧？基本上我能看到大家在一块儿，估计就是我们获奖，是吗？来来来，提前恭喜呀！你没有这个机会，别别别！有请最后一个剧组登场。哪吒，厉害了！大哥，这演的是？他演的是那水怪吗？看出我演的是什么了吗？哎，你是机位耶。这海报都挺帅的，除我以外呀、啊、这很帅啊。这不是你本人拍的吗？这个你看咱们服装对我真好，给我个小鞋你知道吗？42的脚，给个39的鞋。就这鞋我还跑上午跑10圈呢。这一个追逐战斗的天子的。这个吴磊，你就是这部戏来参加金波波球电影节，还是你的马上要上映的戏？我其实还带了另一部作品来，是吧？对，是7月20号马上就要上映的《穿越火线》。哦，那个戏在我们这电影节入围了没有啊？一个剧啊，一个剧啊。另一位主演好像也是我们的，对对，是好男的兄弟，对，小鹿。对对，我们俩演的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安慕希金波波球电影节。今天晚上我们会举办颁奖典礼，颁出本届电影节上的大奖——金波波球奖。哇哦！哇！你们10人当中只有3位能获得提名，而最终只能有1个人获此殊荣。超级个人战，今天是。我们刚才不都入围了吗？入围还有陪跑的呢，最惨，陪跑吧兄弟。这里头有没有终身成就奖？有没有终身成就奖？我在10个里头年纪最大。咱们今天得是凭实力，对吧？实力我也是年纪大的呀，没改过户口，实至名归，终身成就，拼了。那我们今天将通过3个任务来争取提名机会，每个任务的获胜者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名牌。快跑快跑！哎，你们跑什么？二对一，不能二对一，撕就完了，快上手！She's like a sunset back in Florida and a top down summer breeze. She's got a heart like California. 我们来啦！救命！救命！谁被绑架了？什么情况？有人被绑架了，看到了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命！救救我！看好人身上泼水，哇，这哥们儿有点不厚道。你叫吗？大声叫吗？你叫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。我的好兄弟，你定不会放弃我的。我们来救他。我相信李晨。跟我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走走。
咔咔咔，拍戏呢。哦，有导演是吧？你们在拍戏啊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先拍，先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今天的损失大赔啊！这我们金波波球入围已经定了啊，你们再演也入围不了了。那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英雄救美的桥段，而英雄救美是影视作品中常有的经典桥段，也是故事剧情的高潮。走走走。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就是英雄救美。哎，太好了，谁要救我？谁要救我？我你们谁要救我？我好好好，我确实很美。你是想得美。大家要营救的对象是 Amanda。 Amanda 来了，来了， Amanda 来了。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我不认识他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 Amanda 这应该找李荣浩来模特嘛。 Amanda 不是在那个中山路的商场那边工作吗？哎呀， Amanda 倒了，完了完了，你摘完他头套我们就更不想救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正的 Amanda 在这儿呢。我早上做头发做了很久。我怎么这么好？Amanda， 营救 Amanda。 成员们从起点出发，越过水池，带上 Amanda 穿越封锁网，并爬上终点，喝一口芝士波波球味的安慕希，用时最少的成员获得提名。是得完好无损的运到吗？所有的部件运到就可以。必须所有的哦。对，女生你们可以选择直接从鳄鱼上过去。还有鳄鱼。先来抽签吧，是跟谁在一队是吧？对，男生三人一组，女生两人一组。签上还写了你们和阿曼达之间的关系。天哪，是我的闺蜜啊！是我老板，妆发师，爱人。拯救阿曼达第一组，请准备。哼！奔跑吧兄弟！拯救阿曼达第一组，请准备。哼！老板我来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沟通啊，沟通啊，沙子爹加油啊，红哥，阿曼达，哎，吴磊这么厉害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怎么有种高开低走的感觉？够不着了。喂，哎，我的，哎呦，凯哥赢了啊！我，哎，啊，哎，我这也够不着啊！沙溢哥，你在拍 MV 是吧？听我的，沙哥，直接下水走吧。我看来我只能走水路了。你这，哎，别赖，你这终身成就奖，别，老同志，你给人点那什么。这是给女生鼓的。不是男人，别讲这套。这样，你给我一只手，我帮你晃一下。哎，这可以吗？等会儿啊。成功接到老板了啊！哎，啊，走吧，阿曼达。嗨，嗨，阿曼达的手掉了。啊，阿曼达的手。啊。啊，阿曼达，这也太容易掉了。他还要回中山路商场工作呢。你干啥呢？哎，沙溢第二名哎。等
等等我呀你们。太难了。方圆。嘿。对你老板好点。哇哇哇他可以啊，哇他劲儿好大呀、啊。这怎么做到的？你老板衣服掉了。没关系，你先送上去。上去了，老板。啊。老板给你盖起来，老板。你到了，口号是啥来着？他要喝一口安慕希。第一组挑战结束。接下来请第二组就位。阿曼达，我想你，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。叫这阿曼达还是河南的。来吧，来，三二一。哎，我们得稳中求胜，我们要帅的。你他们真的是很慢悠悠。哎，这咋过去啊？麒麟你过不去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走。哎，不行，郭麒麟怎么连踩都踩不上去？不行。哦。坤儿厉害。对不起，阿曼达。阿曼达，让我把金波波球奖项带回家。我都过去了。你推吧，推吧，一二。郭麒麟，水路吧，走水路吧。算了，旱路不行，咱走水路。有道理。对。哎呀妈呀！我就这样，我就模仿鳄鱼了。不是也太快了。哎呀，胳膊掉了。Amanda， 你的脑袋，他太轻松了，还是年轻啊！啊，你都已经上去了吗？啊！女生第一组就位。Amanda， 不准比我先谈恋爱，要等我。曼曼，这个跑男团看上哪个男的？我给你介绍。一看就是一个已婚，一个未婚。哎，你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第一个就锤子。第一个我最强。可以，我们两个回旋不一样。这回呢 ，OK 了。
这回呢 ，OK 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再，停停停！再推我！来来来，我下推。推我一个脚都行。哥，啊，可以了。啊，一会儿也能对我这么用心吗？那不一定啊。能，哥是公平的，公平的。啊！可以。直接踩那个下面就过去了，对，可以，等一下，柳爷，你这韧带不错呀，这咋练体况的？完了，给人揪骨折了，脱臼了。呀，曼曼，你最近吃的有点多啊！我一直闻着阿曼达的脚丫子出来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。我这个体力跑掉了，你单手都行啊，你这么厉害。慢慢，为了我慢慢的幸福，男朋友。男朋友，曼曼，曼曼，你自己打把手行不行？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曼曼，再走一次。哎呀，走。快喝一口安慕希。为了曼曼的幸福，这杯安慕希。你是快的，可以，帅！接下来请最后一组就位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需要帮忙吗？先自己试一个，完哥再推你。啊，到位了，这就到位了。好，去吧。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我下去吧，我下去吧。行了啊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别，这个也不行。坐上，跟我一样，就坐上呗。完了，完了，过不去了。天哪，这怎么过来？你能留在那儿了，你没有力量。那我不管，我只管你抓住。这个交接的事儿是自己的事儿。等一下，哥，你抬上，我出来。可以，勾住了。不是，你得借着这个的劲儿悠到过那边去，先抓住这个，对。等会儿这抓住啊，对。好，去吧。各种惨叫。怎么感觉你们下面是真鳄鱼呢？这只是一个小水池而已。惨了！快看看这踩我的呢，好看看，真是踩着我。好吧，使得上劲儿吗？
来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踩我，来，这踩我，踩我，踩我。傻子爹，踩我！哎呀，好了，过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快点！哎呦我天哪！慢点，慢点！直接瘫在那个。阿曼达这个脚，哎呦，阿曼达你这个脚有点臭啊！天哪！阿曼达你怎么比我还重？哟！阿曼达，自己用点力，看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！别别别别，脚脚脚勾住！每个人的战术都不一样。哇，金老师，登山运动员。哎。好，再见。阿木西，我来了。阿木西，在刚才拯救 Amanda 的这项挑战当中，用时最少的人是蔡徐坤，用时1分57秒。天啊！毕竟他是我的情人。原来真的是阿曼达是你的真正的情人，他是我的情人。你是我的情人。啊、是吗？脱了。轻轻一个吻。你轻轻一个吻。我疯狂体会。好，这个情人我不要了。不要。那恭喜坤儿，你在第一个环节当中获胜，所以你可以获得金波波酋长的提名机会，同时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名牌。谢谢我的情人 Amanda。 大成员不要灰心，加油了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任务等大家去挑战。分我吧地狱。哇，同学们好。你们好，朋友们。大家来到的环境呢是一个图书馆，很多青春电影因为可以引起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共鸣而颇受大家喜欢。蜀道难，蓝雨在青春电影当中，教室同学是非常重要的元素，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塑造人物性格、刻画人物特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任务是要大家猜每个成员的特点。猜特点规则，每轮游戏一位成员根据题面在10位成员中说出具备这一特点的人选，其余成员根据人选反向推测题面是什么，答对题面最多的成员获得提名。先有请坤儿来出战。那我来，坤儿来。我挑选一位同学，对不对？对，陈同生同学。对对，看看看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大家。好，看一下最符合那个词的人。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。你不能举。他要举。哦，举举新规则。举举举举吧，举吧，举这是规则的沙漠。我举这位朋友，凯哥。最帅的人，最近最胖的人。不不不，需要减肥的人，体重失控的人，最能喝酒的人。哎，有点关联，有点关联。啤酒肚最大的人，最爱举杯的人，最没有清醒过的人，最爱请客的人，最爱组局的人。快进了，快进了，快进了。橘王，橘王，
徐王，徐王，徐王，我在你们脑子里都是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？这真不好猜。有一种人，他组了，但是最爱放鸽子的人，最爱放鸽子的人，放鸽子，放鸽子。磊磊先的，磊磊先对。等会儿，我放谁鸽子了？你放的和平鸽。这活生生的污蔑呀！这是。这道题的正确题面是：看起来最爱放鸽子的人。看起来最爱放鸽子，但其实从不放鸽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接下来请吴磊出战。我想问。举手了你吧。哎呀，这个有点难说啊。选我，不管是什么都可以选我。真的吗？不管是什么，万一不能承受呢？就是想被选是吧？我想这个真的很得罪人啊，这个。得罪人？这个很得罪人。你刚才要了，哎，别选我，别选我。你想想这里头，反正你得罪谁，你不怕啊？你看着办啊。这么难吗？这个真的很难。我知道选谁了。金靖。不对，脸最脏的人，不考虑自己形象的人，话最密的人，脸最圆的人，最爱减肥的人，不是，眼睛最小的人，不是，其实跟刚才那个吃饭那个范围里，最爱买单的人，哎，其实跟买单差不多，逃单的人，老说没带钱包的人。最抠门的人，麒麟哥对了，谢谢。最抠门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为什么选他呢？因为有一次我跟金姐在健身房遇见了，他在练瑜伽，但旁边明明就有个瑜伽室，他就是不去。我就想，哎，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过道中间练瑜伽呢？另外收费。哦，那你上人健身房干啥去？你在家练就完了呗，那有空调。哦。家里不舍得开店，你知道吗？一进屋就拿打火机玩儿。而且我根本不住那，我刷的是别人的门卡。给你个好东西。行 ，OK， 有了，这么快啊？这么直接吗？这么快啊？你这么毅然决然，哎，晨儿哥，看起来最有力气的人，最壮的人 ，No， 最老实的人。最臭美的人，老沙，咱俩没仇吧？你臭美怎么了？画眉毛。最孤独的人，我是空巢老人啊！我在家，吹拉弹，看起来最空巢的老人，这是跟性格有关系。最豪爽的人，哎，我这最无聊的人，你接着说，老无聊。嘴最笨的人，你嘴就够笨的了。最实诚的人，哎，接近。最卦象的人，更接近。最掉脸子的人，快啊！最容易掉脸子，快！不是最容易看穿的人，你这非常接近了。什么？那你倒是说呀！最容易被看穿的人，一定要全对吗？最准确的意思在了就行。行，好吧，那就是 baby 姐了。是什么人？最藏不住事儿的人。麒麟，你为什么选晨哥而不选凯哥这一题？他也藏不住事儿。虽然这俩都挺藏不住事儿，但是凯哥是真藏不住事儿。这个题是看起来藏不住事儿。哦，你是事实。我一藏不住事儿，二还爱放鸽子。我这。你是藏不住的放鸽子啊！我人品多差啊！我就每一次你放鸽子都藏不住，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。最喜欢粘口红的人。牙齿上最喜欢粘口红的，不对。这个也太简单了吧。最容易脱发。哎。现在开始脱发了，你看看。最有魅力的人。天真天真。浪漫浪漫。吴邪。我感觉我要给大家发红包了。哎，没有这么有这么好的词儿吗？你们到 baby 这儿就是天真无邪可爱浪漫，到我这儿就放鸽子，就人缘啊，人缘，知道什么叫人缘吗？凯哥，再想吧。哦，最会照顾人的人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那肯定不是好词儿啊！你想什么呢，姐？成熟成熟成熟，磨叽，唠叨，跟这个平时你这哎。看起来是爱八卦的人，哎，八卦，对了，完全对，那我是实至名归呀、啊。磊磊有点东西、啊。吴磊，你刚来，你对这些人都这么了解、啊？还有鸡，还有鸡，不就八卦吗？啊，这没错啊。这 baby 有一次自己说的，他是吃瓜协会会长。我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我来啊！你别把手放下。我看看你们几个，我看起来谁八卦，我就找那八卦的，你就来吧，孙涛，来，你看你的。啊，他们都笑成这样，这么好笑。妈，这题挺狠呐，这题可挺狠呐。你是不是得罪人？哎呀，这题老狠了。老狠了。老狠了，那我就不客气。八成，八成拿我，这个吧。郭麒麟，人品最差的人。沾边儿了，沾边儿。哦，这还沾边儿啊？沾边儿了。看起来最不靠谱的人。最好欺负的人。沾边儿了，都沾边儿了，都沾边儿啊？沾边儿了，心眼比较小的人。都沾边儿啊？沾边儿，把那不好的都说出来，有仇报仇。最小气的人，眼睛最小的人，沾边了，沾边了，不是范围。来，胆子最小的人，体力最差的人，沾边了，沾边了。怎么那么多？看起来最柔弱的人，沾边了。你什么都沾边了，你的妈，什么都沾边。啥都沾边，骗人。这咋还打我呢？什么全沾边了？你好好说个范围。我好好说一个啊，我好好说一个，就是一种状态。最迷茫的人。迷茫已经沾边了啊！迷惑的人，迷惘的人，迷人的人，迷惘的人，迷离的人，最懵的人，最忧郁的人，迷路的人，孤独的人，沾边了，沾边了，沾边了，什么啥啥啥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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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贵宾博士，这真沾边了。什么？你想起来你刚说啥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都。最沾边发言。最喜欢独处的人，沾边了。啊，没看到。最寂寞的人，应该是金靖先说出来的。金靖没说寂寞，说了，我说了，我小声的说了。最孤独的人，最寂寞的人。谢谢公平的导演组。为什么是麒麟啊？因为他的才华过于的高，所以他特别的寂寞，高处不胜寒，难免觉得寂寞，很孤独啊，很寂寞、啊。你在我们这里是个宝藏男孩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我选坤坤。坤坤啊，最符合我那道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刚发了专辑的人。有鬓角，鬓角最浓。没有女朋友的人。怎么不对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那不应该是你吗、啊、都老大一把岁数了。你面是最近最什么的人？最近怎么的？最近最猛的人，最近最酷的人。不对不对。最近最快的人。啥呀啥呀啥呀。好的，那是我。我知道，最近最忙的人，都忙。
忙吧？快了。最近最不忙的人，不忙的人。恭喜你啊，兄弟！我是提供了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叫抛砖，我叫隐喻。最近最不忙的人。最近最闲的人，因为他看了好多电视剧，又看了好多的综艺。也没毛病。哎呦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他是啊，最敬业的人，看起来最爱美的人，最迷人的人，不是，最有事业心的人，不是，最胖的人，最那个的人，丰满的人，最什么那个，不是。最清纯的人，最纯粹的人，最纯洁的人，最美好的人，朴实的人，朴实简单可爱，最善良，最善良，不是不是，比较中性偏低一点的，最寡淡的人，最寡淡的人，什么寡淡，寡淡，中性偏低嘛，寡淡，就他老，最娇羞的人，对撒娇的人。最做作的人，对不起，姐。最装嫩，少女心的人。太小一点。幼稚，幼稚。对呀。幼稚。但这个词还可以啊。对对对，恭喜凯哥。我怎么老给郑凯做前面的那个抛砖的人？郑凯，我是抛砖，我是隐喻。为什么看起来最幼稚的是柳岩姐？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平时朋友圈看起来都老发那些很可爱的东西啊，特别小女孩心思，所以很幼稚。其实是变相夸我，谢谢，我不客气。你们到底谁更幼稚？差不多。啊啊！是什么？看上去是啊的人。好难呐，觉得都是，觉得都是，你知道吗？这要不是上好词儿，你就等着收拾吧，还都是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最懒的人，最迟缓的人。最自恋的人，最虚伪，最怕老婆的人。曾经帅过的人。泪呀，止不住地流。扎心了啊！扎心了，你给范伟，我缺点太多，你给范伟啊，往声音上想，声音啊，最沙哑的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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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爱笑的人，笑声最魔性的人，最吵的人，最吵的人，我也有两分啊，最吵的人啊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你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吗？你看起来最吵，但听起来确实是金奖。你俩不相上下。等一下，看起来最帅。不，这这么难？啥？这个得罪人呢？别选我啊！还选我？那不选你选谁呀、啊？这个。这题都出成这样了，这还有鼓励的，我这群众呼声太大了，我没法改了。这个年龄最大的人，看起来最笨的人，看起来最停滞的人，奸诈的人，奸诈，这家伙把奸诈都整出来。这个选择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哦，最怕媳妇的人，最怕孩子的人，最容易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人。磨棱的人，还有不容易被岁月磨的，最容易被女人收拾的人。哎，这个有点儿。最容易被女人骗的人。不是，最容易被美色所惑的人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人生气我不去，气坏身子又何必？给磊磊加一分吧，加一分，这算对了，这个。
肉什么人？最受观众欢迎的人。哎，很靠近靠边了。最受观众喜爱的人。最受女性欢迎的人。最受观众熟知的人。这不就是终身成就奖吗？你后面那个都对，中间那个换一换。最受妇女喜爱的人。哎，然后最受老阿姨喜爱的人。最受中老年妇女喜爱。对了，谢谢。最受中老年妇女喜爱。对了，谢谢。是你了，当之无愧。是是是，我的粉丝区间基本都在这个阶段，陪你长大，他们都陪你长大。接下来最后一题了啊，谁没球？我不去了，我怎么也得一分，我真的是。但我赛点了，我要得一分，但我没得分，现在没有得分。那我不得了，我去，我抽。还是你？不是我没我，你是看起来最坏的人，就给我们出的幺蛾子题。没有。哎妈呀，这也太伤人了，这个伤人，这手势啥意思？这是我这是进入虎口了，这题老得罪人了，老得罪人了，这题面人缘最差的人，人缘最差的人，对了，这还举吗？举呀、啊。我们就想知道你眼中人缘最差的人是谁。你到底举谁吧？这个，你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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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这谁呀、啊？这我自己。就是你了。哎呀，人缘最差的啊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导演，这个题只能我扛啊。好，恭喜吴磊，回答正确。恭喜吴磊获得了我们金波波球奖的提名机会，同时还额外获得一张名牌。耶、yeah, ！哇，好厉害啊！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下一个任务地点，请大家出发吧。走喽！奔跑吧，飞鹰！欢迎大家来到西溪湿地园区，这个地方是这里很有历史感的一个会议厅，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下一轮任务的挑战。天哪，这是啊，武道馆。众所周知，功夫电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，而在这一类的电影当中，擂台切磋是非常常见的桥段。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。而这一轮我们就是要化身功夫电影中的高手，来体验一把擂台切磋的感觉。啊，这要比武啊？武林大会，武林大会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不是滑倒什么之类的？哎呦我去，哇，这有的滑。好呗，就是。对对对，中间一个圈，两个人同方向追追追追，锣声响起之后，我们喜欢方向，只要摸到后背就行。我跟郭麒麟，我不，我不是，我不跟沙哥，你跟我，不是，赢他不露脸，输了还寒碜，就让你寒碜，真的。我们磊磊让你半圈，好吧？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
哥，哥，我告诉你，哇，陈哥这个，换方向，换方向，啊啊！哎，陈哥，啊，哎。磊磊抓住晨哥用时37秒，哎，这给老同志摔的浑身大鼻涕。好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行，他平衡挺好的。喂，他找到窍门了，滑冰一样。又反反。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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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陈哥，哎呀，陈哥，救命啊！陈哥，你已经狂暴了！哇哇哇哇！哇！杀伤力太强了！陈哥，救命啊！哇哇哇！啊！哎呦我去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陈哥，哎呀，陈哥！快接着爬，接着爬！啊啊啊！这都被他们打起泡来了，起泡了，都有泡泡。刚磊磊抓住晨哥，第二次用时61秒。走，来。哇，哎哎，可以，平衡挺强的呀。我俩是一个小学和中学的。啊，你俩一个小学？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俩居然是校友。小学之战，谁才是长乐的荣誉校友？长乐之光，长乐路上有你没我。长乐路一姐争霸战，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金师傅，金师傅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左边的金选手现在正在卖力的移动，菲菲正在打防守战术，他在消耗对手的耐心。哎，你俩好稳啊，感觉没事儿啊。哎，怎么走起来了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开始了试探，这有点可怕呀。快走啊，快倒着走，姐倒着走。可以到了吧。好，来，我要发力了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，他发力了。哦，哎，你不要画小圈好吗？太快了吧。Baby 用时14秒。
Baby 姐好强啊！她好可怕。我没懂，就是谁先抓到谁，就是都一样的。我还是没懂，就是我这样追他嘛，我快一点就是我追他，他快一点就是他追我，就是追圆圈圈的那个。成员两人一组，同方向追逐，啥意思？我还是没懂，我还是没懂什么意思。就是前面的人不能转身，前面人不能转身。对，比如说你比他多跑一圈，你看见他后背了，你就可以追他。还是没懂。你在追他，他也在追你。我在追他，在追我。太难了，这道题太……行，让他俩玩吧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哎哎，你反着追呀、啊？哎，他能这？暂停一下，你不能换方向，不能围追堵截啊！哎啊，他这是逆时针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啊！刚才不是这样抓的吗？青子我觉得不太清醒了，现在青子你那个阿甘正传，你是阿甘还是正传呢？他正传着呢，他这啊，我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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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哇，这还短道速滑。哇，武大靖，武大靖来了，武大靖，武大靖来了，比赛开始。大靖全力跑，大靖全力跑，好大，抢到第一的位置，这个时候注意自己的速度，带起来内道输出，速度还是在往起加，最后一个弯道，大靖，大靖出来，弯道控制住，加起来，好，3、2、1。往里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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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里走。哎，打平了！哇，你们两个要比赛，来，我们俩比。男孩可能两秒就摸到了，手长的。麒麟，我觉得你怎么也得来个秒杀吧，杀意的杀。哎呦，郭麒麟可以，麒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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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用10.6秒，承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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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受一下，哇塞！稍等一下，我们加点那个东西。你还要加？跟他玩几遍之后就干了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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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这早玩好了。好，请准备。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哇！这个老头步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第一个头在这走，你个老头叫老头。凯哥，我觉得你以后老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。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。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。凯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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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方向，换方向。凯哥，冷静啊！凯哥，小心翼翼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又被拍了。快快快快快快拍呀，快拍呀，快！哎哎，打到了，41秒。快跑快跑，凯哥来了，快跑快跑，凯哥来了，来了，上，来了，上，啊啊！
只有十秒以内吧？刚刚用17秒，好快啊！郭麒麟怎么已经开始得意上表情管理一下，好吧？名牌多不是什么好事，郭麒麟都是运气。谁让我抽签抽着我杀爹了呢？你是不是？还有成员想要挑战的吗？我挑战凯哥吧。啊，好，来来，我也要挑战一下 baby。我也想挑战一下 baby。怎么你发出了这种老牛的声音？蔡徐坤脚步。对，蔡徐坤转身，这叫坤式脚步。哎呦，哇塞哇塞，坤步，哇塞哇塞，游戏游戏，坤步。我感觉 baby 在等待钟声响起，没错，他要开始反攻了。哇塞了，哇塞了！场地，真的场地！baby 姐好强啊！快跑！30秒了。天哪！我错了哥，我错了。不是亲人，不是亲人。没事，友谊赛，在刚才擂台切磋的过程当中，用时最短的成员是郭麒麟，所以恭喜你可以获得金波波球提名奖以及额外的一张名牌。到目前为止，经过3轮的挑战，我们总共有3位成员获得了金波波球奖的提名人选，但是在最终的颁奖典礼开始之前，其他成员很有可能会夺走你们的提名荣誉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今天的最终场地来进行最终的角逐，大家出发吧。奔跑吧电影，我看撕名牌都撕开了。怎么你今天晚上撕我们大琳琳？正有此意啊。大琳琳快跑，大琳琳。上就撕名牌了，期待吗？我现在有2张名牌，大家可能到时候都来撕我的。这游戏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，打不过呀，那是人劲比你大。我们就适合那往屋里一坐，然后嘚嘚嘚嘚的。欢迎大家来到阿里巴巴西溪园区，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本届安慕希金波波球奖的颁奖典礼。接下来大家可以通过撕名牌的方式来争夺提名资格。哦吼，获得提名奖的是蔡徐坤、吴磊和郭麒麟，提名奖的徽章就在他们3位的名牌里面。是不是这样？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3位提名奖获得者额外获得了一张名牌，当你们的第一张名牌被撕掉的时候，你们的提名资格就会转让给撕掉你们名牌的人，然后接下来你们可以用另外一条命来继续在场上进行争夺。他们撕了我们之后，他们也会多一条命吗？不会不会，他不会不会啊。盲撕，两个都有提名的人碰到一块撕了怎么办？无效，无效，再贴回去啊。今天最终的大奖是从90分钟结束之后留在场上提名的4人当中产生。哦，本次金波波球奖的最终评选标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啊，这个标准由在场的各位来制定啊。提名争夺战，场馆里散落着带填写的获奖规则卡片，找到卡片，定制利于自己的规则后投入开奖箱，将依据开奖箱中最后留下的规则从3名提名人中选出获奖者。是不是要在90分钟的最后的时刻再投那个规则才合适？对，时间到了之后，最后的规则是哪个就按哪个来。我拿到我就写最帅的那一个。
那完了，那肯定对别人有利。现在大林子，我能不能两分钟撕掉他两张名牌？今天我就跟沙哥刚到底，我告诉你。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们三怎么弄啊？我们三得先在一块儿。除了陈哥以外的人，我觉得咱们都可以考虑，都有一战之力。我准备第一局跟郭麒麟翻票。金波波球，势在必得。好紧张啊！我的天哪！咱三个人说好了，哪怕被撕了，咱也不要咱们三个人互相猜上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现在结这个盟，首先我们现在要有信任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哎，这样，如果我们谁先被撕了，你可以被撕那人可以不告诉别人，但是咱们要知道，但是我们三个知道谁有那个对入选资格。OK， 那就这样吧。你刚刚说这个是还在，还在，这就不在了，这就不在了。好吧 ，OK， 还在，还在，不在 ，OK，OK， 可以。Okay. 我们在阿里食堂会合，兄弟们。OK， 好。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很雅致的地方，而且还有安慕希。先喝一个，补充点能量。Good job。我这在那个作业帮直播课上，这蹭孩子的英语课呢。这个把英语好好练练，这作业帮直播课我跟你讲，这太了不得了，这上面老师名校毕业的，这发音啊什么的给你纠正的，现在孩子英语特别好。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课外辅导还得给孩子选作业帮直播课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提名争夺撕名牌现在开始，倒计时还在，不在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，游戏开始。走楼梯吧，走电梯，万一被逮着就完了。我们三个必须得结盟。阿里食堂啊，麒麟啊，这儿了。那我们仨现在干嘛呢？是等着别人来撕我们呢，还是我们去撕别人呢？他们七个人肯定要在一块儿，七个人撕咱三个人怎么着也不 OK 的。那我们先逐个击破呗。对，先下手。我们上到五楼，从五楼往下走怎么样？可以。只要看到马上就撕。兄弟们，先撕谁？看见谁撕谁。他们硬刚，硬刚，郭麒麟呢？我去，跑吗？要跑现在就跑，当然跑啊，当然跑啊！快跑！快！哎，你们跑什么？快点！你们跑什么？回来，郭麒麟！啊，郭麒麟！跑了，跑了，跑到楼下去。兄弟们，我们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先休息一下。下回你俩跑，稍微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实在追不上你俩。这家伙哇哇的。哦，凯哥来了，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偷袭。来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把灯关了，把灯关了，把灯关了，把灯关了。凯哥一个人，你猜？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！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陈哥来！郭麒麟，咱俩一对一，郭麒麟！郭麒麟，他们在五楼！这么多人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门能开吗？吴磊呢？磊磊，保安总，给我给郭麒麟传个话，我跟他一对一硬刚，让他给我冒头。四，不等了。
这必须得开张啊。郭麒麟呢？我两分钟撕掉他两张名牌。郭麒麟，郭麒麟，咱俩一对一。你看遇见了，刚不刚一回？上来。你俩一块撕我呀？不是，还你还有别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那不能二对一，你俩那么年轻，不能二对一。你俩这样，你俩任选一个，你俩任选一个跟我撕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二对一。二对一，屈辱啊，屈辱！对于你俩来说是耻辱。二对一这么年轻，撕一个老人，撕一个老人，撕一个老人。扯了没？没扯掉，不行，二对一，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，不公平啊！来来来，快快，你说他要撕掉我了，不公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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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保安组，给我给郭麒麟传个话，我跟他一对一硬刚，咱俩刚一把。郭麒麟，郭麒麟，啊，郭麒麟呢？一对一，不公平！英雄这么对待你们的长辈，一个老人。我天哪，我好内疚，我的妈呀，我好开心啊。沙溢 out， 沙溢 out， 沙溢 out。 我就说沙溢哥怎么不见了，我刚刚叫他半天，他老缠着人家郭麒麟说来一把来一把，结果把自己玩出去了。哎呀，哎，找不到坤儿他们了，有点寂寞。那边，我们先跟，我现在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走，找一个机会给他们撕了，能撕一个是一个。来吧，凯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来吧，来吧，啊？要撕啊？一个人。五。快想一想，快想一想，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请人选转移了。四个。我真的不想这样。坤儿啊，坤儿现在不是你的了啊，坤儿是我的了啊。现在我是他们一伙的了，有道理哈。哎，是哈。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。是，一张名牌就改变了这么多事情。嗯，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吗？是的，不是我不明白，是世界变太快了。天哪！好，我安心找道具去了。未成员请注意，距离颁奖典礼还有30分钟。只能走那个方案，我们去找凯哥。和他结盟，现在我们俩都不能动手去撕凯哥，这就很尴尬。然后陈哥又不撕，但现在陈哥不敢动啊，陈哥我撕不过。磊磊呀，你去哪儿了？把他带着，然后他就能撕凯哥。找吴磊，找吴磊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要么撕掉凯哥，要么被凯哥撕掉都行，因为你现在这么早有这个牌，早晚都得被他们撕，早晚都得被撕。对，所以说还找道具才是最后获胜的条件，知道吗？人生就是这样，知道吧？大起大落，
让我来看看有没有卡片。哎呦我天，兄弟们都快进来。我写一个什么样还能是我呢？提名者中，中最提名者中，我知道了，最这个可以哈。接下来就是需要一个提名了，找吴磊。我觉得磊磊肯定找个地儿藏起来了，想喝个果汁是吗？喝果汁呗，不是不可以。应该是落单了，三二一一起上。看我是第四啊，我会帮你上。三二一，留言。在那里啊，凯哥动不了我，我们是一伙儿的。来，你撕我一个，我撕你没有用，我撕你干什么？磊磊，我跟麒麟一直在找你，只有你能替我们把凯哥撕掉。Talking 无用，撕就完了。磊磊，来啊，少一个是一个。哎，我劝你，女生先走开，女生先走。你们别在这儿，你们在这儿好一点，要不然撞到了。你别这边，这边有机位，你先躲躲远一点。我现在有点落单啊，麒麟，你撑住了。你在最后了没？哎，别，不行，快上手！我给你接回来，哥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凯哥，对不起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提名人选已更新，提名人选已更新。你被谁给撕了？坤儿抓住我，吴磊撕的。啊，吴磊撕的啊，这俩小孩太有劲儿了。那不对呀，吴磊不是。跟他不是一伙儿的吗？你们一伙被我撕了。是啊，那你们仨不是应该结盟吗？对呀、啊。哭了。现在已经玩到下一个阶段了，不是仨提名的结盟，现在是仨提名的不结盟了。那他还是要帮吴磊，他觉得你是一个威胁。嗯，他先把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心里还好受一点。还是实力在这放着。实力拿捏死死死死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叫嚣。提名圈不团结。I'm watching you, 郭麒麟。哎，快来呀！我怎么？不是，咱先把他们仨带走吧，好不好？太容易了。蔫坏啊！你就想晨儿哥来啦！Yes， 晨哥，快点，你把继续淘菜吗？你们哎，那俩人嘿干嘛去？没人管得住。不是，太过期了，太过期了！快去，你们擦撕他吧，我不管了。他来了，来了。撕不撕成功？我觉得我们俩都不一定撕得过。
我们俩要么一直在一块儿，要么就是陈哥抓到落单，我们把我们其中一个撕了，试一把吧。啊，走吧。来了吗？来吧。小心啊！开始了。差一把，我先。五类号，提名人选已更新。都没有握手环节，直接带走了。拜拜，加油啊，坤坤。哥，你那个外套能不能借我穿一下？我遮下胸。大哥，眼镜给我可以吗？聊一聊，先聊一聊。我不相信你起来就跑了。我跑不过你俩。baby， 你撕吧。你俩跑得贼快，我。baby， 你撕吧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这样欺负他有点于心不忍，你知道吗？腿抽筋。腿抽筋了，怎么了呀？大林子也太惨了吧！真的有点不忍心。我们让大林子先站起来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呢？追我，追我！追我！追我！追我一整个食堂！金靖傲！金靖咋还买零食了呢？吃什么了？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被郭麒麟撕了。我们在食堂，他特别可怜，浑身颤抖，出冷汗，我们就舍不得。颤抖了啊！舍不得，你没看见他咋撕哥呀？没感觉。哎呦，你是被谁撕的，哥？他俩呀，蔡徐坤和郭麒麟俩人一起撕的你啊？一起。郭麒麟跟我们说他自己单干的你。他说我一人，那拿你那牌是阿姨，看到没有，在那儿追着我要撕我要撕我，他被我上去一个这样，那动不动就。先给你看我的战绩，给你看看，哎，吓着了吗？看见这血了吗？看见血了吗？吓着了吗？他被我上去一个这样，他动作就是这样。两个人把我摁地上了撕。距离颁奖典礼还有20分钟，还有20分钟。我怎么找不到那个卡呢？你们都找到了，我想去找找那个卡。我看看这卡，有什么可看的？那是我的卡，我后来给他给金劲儿了，金劲儿被他抢了。我看看这卡，来躺下玩。累了，你哎，大林子，你有这卡，你要把这卡给我，啊？
给你。不能给，这是我的卡。哎，这是我的卡，这我给金。这个你不能抢我，你先等他们完了再说。你都把金靖撕了，我就是一天都跟他一个车，你把他给撕了。这真的是我的卡、啊。刘岩，你先别抢。我抢，我撕了这个名牌没有用，我只有有这个卡。才能获得胜利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这个真是我找到的，我给金靖的，然后金靖被他抢了。但是我得要这个卡，我没有这个卡没有用。我怎么就没有？填了这个东西我。怎么就？我得填了这个东西我。怎么就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换我来，换我来！快快快，快撕他，快撕他！谁到底谁是谁？等会儿你们俩谁？你们俩谁是谁？我还是我，我拍大腿了我。来，快快快，柳岩这边，这边。不是，你可以不撕他们，但是我被他们俩撕。换我来。你可以不撕他们，但是我被他们俩撕。换我来。哎！啊！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提名人选已更新，提名人选已更新。我到现在一张卡都没找着，这卡也太难找了吧！找到了，提名中英文名字最长的人，我怎么算我应该是最长的吧？那现在找个女孩撕了呗，砍青子。我估计她应该躲起来了吧。人呢？人呢？有人吗？人呢？有人吗？帮我重新粘好一点。帮我粘好一点，粘得规整一点。有人吗？哎呀，哎，我要撕你了！我也控制不住我的情绪了，警察，救我！等一下，再等等，在等啥呀？不是，没有卡片，等我。平时人家举铁，我是举娃。真的，我来了。我只能撕你了。看清楚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距离颁奖典礼开始还剩最后五分钟。我记得刚刚在，哎呦妈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壳呢？请需要将规则放入。没时间了，我得快点。郭麒麟，你现在几条命？两条命。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儿，我们三个当中最先被人撕的赢了。这是谁的条件？这是卡片上的条件。现在就把自己撕了撕了，看我的条件。
在八七中最先被撕。拜拜，加油啊，坤坤，记住我说的，最先被人撕，必须被人撕过一回。这么 peace 的吗？就这样要吗？可以要，因为如果刚才你不保护我，可能我就被柳岩撕了。其实是一样的。我。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。流浪日子永在伴随，无所谓。然后把这个投进去，天真的心已在减去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距离颁奖典礼开始还剩最后五秒钟。都是来投票的。三，卡住你，卡住你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卡，这是我的鞋还是你的鞋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首届安慕希奔跑吧金波波球颁奖典礼的现场。哇！哇！好可爱啊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典礼主持人金靖、郑恺。提裙子。亲爱的来宾，亲爱的朋友，电影界的同仁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金靖。欢迎大家来到安慕希奔跑吧金波波球电影节颁奖典礼的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郑恺。这是动画片吗？这叫红果果和绿泡泡。通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，最终产生了三位金波波球奖提名人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为大家揭晓三位提名人，请看大屏幕。为什么有点紧张？获得金波波球奖提名的有，不如我们练练唱 Angelababy 东不成西不就、我不许你问，也不许你回答。蔡徐坤新手警察故事，忘了雪球打气，帅啊都。柳岩哪吒之我不是哪吒，我是哪吒不是哪吒，我这个脸上的肉啊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开奖嘉宾李晨、吴磊、哎呀，很高兴呢今天能够作为陪跑嘉宾来到这个现场。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我是吴磊。我是李晨。能给金波波球电影节最大奖项开奖，是我毕生的荣幸。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整个陪跑的过程，让我人生当中感受到了每一位的星光璀璨。那可不一定呢。有请我们的李小姐。那还有李小姐。最终的金波波球大奖获奖的是，天哪，是我吗？恭喜蔡徐坤。谁不撕我，我告诉你我那个写的字条是什么，因为时间马上到了。可以可以，不撕你了，我带着你的卡走了啊。哎，算了，我让你吧，我放了。你们太可怕了。这是我的鞋还是你的鞋？别理我，还有一封。他把他自己那个最后投了，完了，对不起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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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各位，我太感动。来来来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孩子拿奖比我拿奖我还高兴。恭喜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你这个奖写的太棒了。可以，来祝贺。谢谢。感谢在场所有的来到这里见证这一刻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
这是我的第一部影视作品，没有想到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认可。因为当时我在路边玩水枪，无缘无故就被拉来了演了一部戏。你要感谢那个水枪，感谢水枪。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对手演员，他就是奔跑吧兄弟的大哥李晨。祝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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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要感谢一下 baby 姐。baby 姐在刚刚的游戏环节中把我带到了箱子面前，让我投了进去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箱子在哪里。谢谢你。好，另外我要感谢一下那个蕾蕾，因为蕾蕾选择相信我，她把她的条件卡给了我，才有了这么大的荣誉。金波波球啊，我是那个芝士波波球的代言人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很好喝。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郭麒麟，他把他的提名资格给了我，因为他知道他演的并没有我好。这是黑幕，这就是黑幕，他亏了亏了。还要感谢凯哥，感谢沙子爹，也要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嘉宾柳岩姐、青子姐，还有金姐，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见证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一个时刻，我会珍惜的，谢谢大家。再次请我们所有入围的影人登台，有请。再次恭喜坤坤是我们今天的获胜者，恭喜。恭喜柳岩姐和 baby 是今天另外两位提名奖的获得者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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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那三位送上由我们 MC 为大家提供的全新的金波波球。哦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叫黄金。黄金，掌声掌声。谢谢安慕希。这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7月20号我们的蕾蕾有新戏要上映，穿越火线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多少号？7月20号。哦，支持支持。我们之所以设置电影节的这个主题，是因为看电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，但是我们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。是的，但电影其实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，当然我们还是很想念在电影院里吃着爆米花，与其他人一同放声大笑或感动或流泪的感觉。虽然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但是我们的电影产业正在用自己新的方式复苏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走上正轨，相信重返影院的日子不会太远。好，加油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在这里面也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中国电影人能够继续加油，也更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尽早的走回影院。我们奔跑马拉松俱乐部一年一度的会员聚会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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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突然高级了呢。今天上微博参与奔跑吧话题互动，助力奔跑家族解锁精彩花絮，欢登录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、蓝天大本网、中国蓝 TV、网易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中国网、Zucker、腾讯看点等平台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。感谢首席娱乐门户合作，新浪娱乐、上腾音，搜索并关注奔跑吧，打开今日头条搜索奔跑吧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上腾讯新闻客户端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百家号、微视搜索奔跑吧，参与节目。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，We run 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。大雨中，我也在奔跑。